在来到超市这了，等着进地下车库。现在车库应该是满了，从这里到那里都是排队的车，大概得一二十辆吧，应该是。那个购物的人今天超级超级多，前面的交警啊，早早的就在这值班了。从今天上午开始啊，到下午啊，一直到现在，这边一直是处于这种很堵的状态。在这等了十几分钟，现在终于能进去了。进去也不一定能找着车位啊。今天超市的人太多了，戴好了口罩。我们来晚了，手推车还有个小筐子都没有了，抢不上了。哇，这边人好多呀！我看前面在抢什么呀？什么呀这是？五折。哦，卫生用品。反正在小车里，满满当当的。这个吧，两个草莓的，两个就是香蕉的，2块钱。没有车子，只能用手拿着了。买了这些，拿不了了。这还是在二楼啊，去一楼买房这么多更拿不了了。待会儿拿个袋装起来行。行啊，咱看看找个车子吧，谁不用了？啊，行。好了。在一楼找了个筐子，把东西放进去了，在这边买点东西。买了好多吃的，饼啊，还有这个蛋糕，还有咸菜啥的。那天买的没落着吃啊，今天又来重新买了这么多，全是吃的。看这边结账的人，那边全是结账的，还有这边，哇塞，太多了人。